这里啊是一个插座线盒啊，然后呢两边的线啊都已经穿好了，穿好了之后呢啊，咱们来看一下线呢比较的短，如果说我们这里呢要接一个插座啊线盒出来，我们如何去接这个线啊？这里呢我们需要啊重新再给它加一组啊，我们需要先把这个线呢啊给它剥掉皮啊，给它剥掉皮，咱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操作，只需要一把钢丝钳啊就可以把所有的线给它剥掉皮啊，一把钳子走行下啊，这就是电工的这个操作啊，只需要这样，然后呢再这样再这样啊，就像那个样子啊，然后呢用大拇指顶住这个钳子，来近距离看一下啊，顶住这个钳子啊，就这样啊，顶住啊，一扯啊，老电工只需要一把钳子啊就能够把线皮给它剥掉啊。我们接线啊也是有技巧的啊，左邻右火中接地啊，来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操作啊。最省劲的方法呢，咱们也就是两根缠到一根啊，两根缠到一根，圈数呢不低于啊六到八圈啊，六到八圈。最后啊，最重要的一点，把多余的线呢给它剪掉啊，多余的线这里啊给它剪掉，多余的线啊剪掉，这个可不能丢掉啊。电工不顺铜啊，注定一生穷。